好，但是特别市区的话就差得多了，市区的基本上均价7000，贵的都10000多了，中间差了30多公里。如果你要是来这儿就是工作的或者生活的，可以考虑。如果就是我觉得有些说觉得便宜了，投资的那边没那个必要。现在常住人口有多少？10000多人，1000块钱买套房，那这个可能有点夸张了。如果你要是这个房子在名下，你要是想在新区再买，所以那个房子的价值甚至赶不上我们在新区买一套房的那个税啊，可能会有几千块钱，会有人几千块钱就把它卖掉。他这个有点夸张了。10万块钱八套的话，合到一套才平均才10000出头，这边便宜的2-3万的还是有一批房子的，几千块钱的房子有过，但是特别少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种房子基本上都是没证的顶楼，没有房产证的过不了户的。400-500一平方的这边很正常哈，很正常，一般都是50到70吧。2万多一点，还有10000几的，另外再加上一个中介费。有的还要加过户费，都下来2万多吧。17000这个现在有，就是有证不能过户，他没有土地信息，在山城区可以签个协议。那山城区的房子就10多万的、20多万的都有呀。只不过这个它就是老房子吧，老房子完，然后它位置稍微有点偏，所以它价位才便宜。不按平米，咱这是按套。